大家好，欢迎到 SyS Mandarin 来。今天我们会看演讲，学中文。看演讲，学中文。今天我们会看一个马云的演讲。马云的演讲。The link to the whole speech is available in the description below.If you find our video helpful, please like it and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Be sure to click the notification bell. 好，那现在我们就开始吧。我们会先听一下这段演讲，然后我会说一下每一句话的意思。接着我们会复习生词，然后我会读一遍，没有拼音。最后我们会做一个 shadowing 练习。好，那现在我们来听一下这段演讲。演讲，今天是2017年9月10号，在1999年9月9号，阿里巴巴创立了。在过去的18年时间里，阿里巴巴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方式。相信呢，我们非常想听一听，在今天。阿里巴巴19岁的第一天，马云先生会告诉我们他会如何改变未来。有请马云先生。谢谢这个书记省长、各位领导、各位专家。这个好像应该是18岁的第一天吧。我现在这个年龄，越往上说一声，心里就不踏实。好，那现在我来说一下。每一句话的意思。今天是2017年9月10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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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这个演讲是马云在2017年做的。那一天是9月10号。好，那在中文我们会说年，然后说月，最后说号。好，今天是2017年9月10号。在1999年9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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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好，我们看到这里有很多九。在1999年9月9号。阿里巴巴创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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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创立。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创立，创立。这家建筑公司2010年创立。这家建筑公司2010年创立。好，我们可以说什么创立？建筑公司创立。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他在2010年创立了这家建筑公司。他在2010年创立了这家建筑公司。好，我们看到是他创立，他创立了建筑公司。公司，好，就是谁创立了什么？他创立了建筑公司。他在2010年创立了这家建筑公司。好，那就是我们可以说什么创立了，或者谁创立了什么。好，那在1999年9月9号，阿里巴巴创立了。我们也可以说马云在1999年9月9号创立了。阿里巴巴。在过去的18年时间里，在过去的18年时间里，
在过去的十八年时间里。在过去的十八年时间里。好，那这十八年时间已经过去了。在过去的十八年时间里。好，就是因为是1999年创立阿里巴巴，现在是2017年，所以十八年过去了。在过去的十八年时间里，阿里巴巴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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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来看一下改变。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改变，改变，他改变了自己的作息时间。他改变了自己的作息时间，是谁改变了什么？他改变了作息时间。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他的作息时间改变了。他的作息时间改变了。好，我们也可以说什么改变了。他的作息时间改变了。阿里巴巴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好，那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方式改变了。好，改变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好，我们来看一下方式。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方式，方式，了解别人的最好的方式就是倾听。了解别人的最好的方式就是倾听。好，倾听，倾听就是很认真的听。很仔细的听。好，了解别人的最好的方式就是倾听。阿里巴巴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方式。相信呢，我们非常想听一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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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在这里相信呢，就是我相信，我觉得，我认为。好，我相信，我们非常想听一听。非常在这里就是很，特别，我们特别想听一听，我们很想听一听。在今天，阿里巴巴19岁的第一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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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第一天就是 the first day， 第一天。马云先生会告诉我们，他会如何改变未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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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来看一下，马云先生会告诉我们，他会如何。好，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如何，如何，你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你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好，那如何就是怎么的意思。如何比较正式，就是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好，马云先生会告诉我们，他会如何改变未来。有请马云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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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马云先生来演讲，来说话。有请马云先生。谢谢这个书记、省长、各位领导、各位专家。谢谢这个书记、省长、各位领导、各位专家。谢谢这个书记、省长、各位领导、
各位专家。谢谢这个书记省长，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领导，好，各位就是每一位的意思，比较正式。每一位领导，每一位专家，我们好像应该是十八岁的第一天吧。这个好像应该是十八岁的第一天吧。好像应该是十八岁的第一天吧。这个好像应该是十八岁的第一天吧。好，好像，好像，就是这个，应该，应该。好，那这个马云呢？因为他是1999年创立阿里巴巴，现在是2017年的9月10号，所以是第十八岁，是十八岁的第一天。那因为刚才主持人说是19岁的第一天，所以马云在这里说好像应该是。马云这样说是很有礼貌的，好像应该是。我现在这个年龄。我现在这个年龄。越往上说一声，心里就不踏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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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来看一下，越往上说一声。好，往上就是往大一岁的说一声，因为应该是十八岁，说是十九岁，那就是往上说了一岁。好，越往上说一声，心里就不踏实。好，我们来看一下踏实。我们来看一个例子。踏实，踏实，做完这件事，他心里踏实多了。做完这件事，他心里踏实多了。好，踏实就是不担心了。我现在这个年龄，越往上说一声，心里就不踏实。好，那现在我们来复习一下生词。创立，创立，阿里巴巴1999年9月9日。创立，阿里巴巴1999年9月9日创立。我们也可以说马云1999年9月9日创立了阿里巴巴。马云1999年9月9日创立了阿里巴巴。改变，改变，方式，方式，阿里巴巴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方式。阿里巴巴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了。如何就是怎么，如何。马云会告诉我们他会如何改变未来。马云会告诉我们他会如何改变未来。踏实，踏实，心里不踏实，心里不踏实。好，那现在我来读一下没有拼音。今天是2017年的9月10号，在1999年的9月9号，阿里巴巴创立了。在过去的18年时间里，阿里巴巴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方式。相信呢，我们非常想听一听，在今天，阿里巴巴19岁的第一天，马云先生会告诉我们他会如何改变未来。有请马云先生。谢谢，这个书记、省长、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好像应该是十八岁的第一天吧。我现在这个年龄，越往上说一声，心里就不踏实。好，那现在我们来做一个 shadowing 练习。讲演里的每一句话，我会说三遍，一遍比较慢，那后面
就会说得快一点。好，请大家跟我一起练习。今天是2017年的9月10号。今天是2017年的9月10号。今天是2017年的9月10号。好，请你说。在1999年的9月9号。在1999年的9月9号。在1999年的9月9号。好，请你来说。阿里巴巴创立了。阿里巴巴创立了。阿里巴巴创立了。好，请你来说。在过去的十八年时间里，在过去的十八年时间里，在过去的十八年时间里，好，请你来说。阿里巴巴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方式。阿里巴巴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方式。阿里巴巴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好，请你来说。相信呢，我们非常想听一听。相信呢，我们非常想听一听。相信呢，我们非常想听一听。请你来说。在今天，阿里巴巴19岁的第一天，在今天，阿里巴巴19岁的第一天，在今天，阿里巴巴19岁的第一天。好，请你来说。马云先生会告诉我们，他会如何改变未来。马云先生会告诉我们，他会如何改变未来。马云先生会告诉我们，他会如何改变未来。好，请你来说。有请马云先生。有请马云先生。有请马云先生。好，请你来说。谢谢这个书记、省长、各位领导、各位专家。谢谢这个书记、省长、各位领导、各位专家。谢谢这个书记、省长、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好，请你来说。好像应该是18岁的第一天吧。好像应该是18岁的第一天吧。好像应该是18岁的第一天吧。请你来说。我现在这个年龄。我现在这个年龄。我现在这个年龄。请你来说。越往上说一声，心里就不踏实。越往上说一声，心里就不踏实。越往上说一声，心里就不踏实。好，请你来说。好，那现在我再来读一遍。今天是2017年的9月10号。在1999年的9月9号，阿里巴巴创立了。在过去的18年时间里，阿里巴巴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方式。相信呢，我们非常想听一听。在今天，阿里巴巴19岁的第一天，马云先生会告诉我们，
它会如何改变未来。有请马云先生，谢谢这个书记、省长、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好像应该是18岁的第一天吧。我现在这个年龄，越往上说一声，心里就不踏实。好，那现在我们再来听一遍马云的这段演讲。今天是2017年的9月10号，在1999年的9月9号，阿里巴巴创立了。在过去的18年时间里，阿里巴巴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方式。相信呢，我们非常想听一听，在今天，阿里巴巴19岁的第一天，马云先生会告诉我们他会如何改变未来。有请马云先生。谢谢这个书记、省长、各位领导、各位专家。这个好像应该是18岁的第一天吧。我现在这个年龄，越往上说一声，心里就不踏实。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希望你听懂了这段演讲，也希望你喜欢。If you find our video helpful, please like it and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Be sure to click the notification bell. 好，那谢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